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，也摔过。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嘛，那时候我们条件也不是很好，结婚的时候答应我让我管家里边的账，结果他跟我一起去银行了，他把钱存在他的账户上。那时候我就很不高兴嘛，然后我就跟他吵了几句，他一气愤把就是皮夹里面仅有的600块钱就摔在地上了。然后呢我就气了，我就走了。回家了以后他问我那个钱捡了，我说没捡。后来他就把电脑搬来砸了，本来就损失了600，他就因为没捡还砸成一台电脑。对，因为我平常嘛，我这个人就是也是你比较那个节省，是吧？对，他有意的，你越节省你越看重钱，我就越让你破财。对，那这个吵了这次架，摔了手机之后第二天是不是气儿就消了呀？没有，就从那时候他就离开家里面，那就跑了。跑了就I think that we've all had enough.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, yeah?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岁的时候，6个月的时候。那你跟谁长大呢？跟我奶奶，因为我爸爸嘛，那时候在部队当兵嘛，就是那时候开那个坦克，就是出了车祸，就是脑子给撞坏了嘛。但是他那时候他也没复原回来，直接在部队就治好了，后来就结婚了，结过婚以后。就后面他估计有遭受了好多刺激，所以你从小真的是没怎么跟爸妈生活在一起。对，只有奶奶带你的。对。